小改土上啊，它在外观的设计啊，还有它的一些涡轮动力跟它的 Smart Sense 主动安全科技系统，那这些种种的配备系统搭配起来，那不论是税金的制度，还是实际加速涡轮表现的动力，还有 ACC 主动车距巡航这些半自动驾驶的科技，那整个的搭配起来，让小改土上在百万级距内其实是蛮超值高 CP 值的一个产品。那对于现在消费者的购车喜爱来讲，其实土上算是还蛮符合消费大众市场的一个需求。虽然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的影片，都要记得帮我们订阅哦，不要忘了还要开铃铛通知哦。